创意啊！哦，这大长庚，这大长庚科技大学，那、哦、你看前王眼王正中央，这长庚科技大学大楼，创意。展区很广的，一条马路经过一条马路，会吉祥大风 ，Om Mani Padme Hum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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有妈妈又有爸爸，会吉祥大风。Om Mani Padme Hum， 六字大明咒 ，Om Mani Padme Hum，Om Mani Padme Hum，Padme Hum，Om Mani Padme Hum，Om Mani Padme Hum， 妈，爸，妈跟爸都有，六字大明咒，从那边爬上去了。那站板啊，站板叠成那个、啊、像蜗牛还是什么的形状，它从上空看得很清楚，也许可以叠成那个八卦，先天八卦，前坎艮震左半边，那顺逆时针，右半边顺时针，
去离，他们前左半边前对离正，前对离正，右半边俊凯对坤，左边逆时针，右边顺时针，乾为天在上，坤为地在下。后天八卦，乾坎艮震巽离坤兑，同一方向。乾坎艮震巽离坤兑，二个天，宗教特区。我们里边面后，看到那个藏传佛教的，有白塔，还有佛像。哦，有中日文、英文、中文、英文、日文。好棒好棒啊！嗯，看过年了，你看过的过的，哎，看家，看守家业，守护我们的家。过年了，要过的过的。那个屋顶，看看大哥大的吗？天线。哦，美景美景。已经到了南荣啊，长庚科技大学附近了，东边了。哦，这边宗教区了。还有力能的艺术灯区，哦，那个叫力能的艺术灯区，人会救人太多，给他那漂亮的色彩，红的、黄的、蓝的、绿的，红、黄、蓝、绿。增加它的价值。灯光色彩，哦，要色彩要变化。红黄蓝绿，哦，红你看，红黄蓝绿。宗教特区的，宗教的灯区。创意啊，一二三四，然后支撑着，这样就变艺术品，很有创意啊。宗教特区的，大凉凉的，用那个什么铁线来做成那个人的样子，然后里面再充射气球，那就有那个形状的感觉，再加上灯光，很有创意啊，叫陈海。哦，造型铁雕。塑胶彩球，哦，原来不是气球，是塑胶彩球，优秀优秀，象征风物环境下未淘汰。
提醒啊，注意环保。像吗？像北方，那这里征收驾车区的，那个叫什么？乌嘴，据说是乌嘴，虽然是嘴巴的嘴唇哦，嘴巴嘴唇。象征纸爆了，争一口气。心里讲说，哎，里面放的是什么瓶子吗？啊，保利龙的，保特瓶了，保特瓶做的艺术。做一个椅子的样子，然后里面放了个灯光，也是一滴灯灯光，好漂亮。视频辛苦辛苦，很有创意，辛苦。哎，很有创意，很有创意。我以为到熊还有青蛙呢，还是蛇嘞。还是狗，还老动物啦，动物，动物的造型，哦，动物啦，动物的造型。很有创意，有看到熊啊，看老虎啊，还猫。啊，很有创意，很有创意。星期五。